源双模连线，不管你是用蓝牙连接，然后或者是用他们家的 LogicBot 接收器来做连线都是可以的。再来呢，它同样也支援三个装置做切换，键盘如果连上了你的电脑，然后跟你的平板，还有你的第三个装置，它是可以透过按键一键做切换使用的。它也支援 Logic Options Plus， 你可以在里面做一些自定义的按键更换，它总共有13个按键可以做自定义。